哇，他们在演我，你看到没？他们在演我。Starry Night， 去啊！你要是能搞到票，我就给你出那个钱。真有大气啊！是你其实可以帮你帮我搞到就更厉害了。我帮你搞到。嗯。我给你写，我考虑一下。哎呦，考虑一下。从哪个渠道啊？大家把这个流程给我发一下啊，让姐去研究一下，我去研究一下，研究一下，手指出来一下，快点，可以啊，我已经打算好了，不画饼，我不会给你画饼，那我的好态度等到你给到我的时候，我再给你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到时候一定天天有。我本想的是，到时候是悄悄的。不用悄悄的，现在进行就可以了。这样的，我本来还想说悄悄。不用。不是的，我还有另外一个打算，就是悄悄的买票了之后，然后一起去旅行。还但是，还感觉你对这个更感兴趣，可以一起去看演唱会。先看妈妈，再看其他的。好。其他我真不感兴趣。先让姐去研究一下搞到票再说，好吧？我还想，本来还想，我有计划说一个人去的，我怕你看到我不会发疯的样子。我跟你一起疯。而且你跟说谁给你录像，肯定要把那一刻的录下来。没必要哈，我们要去就要买前排。好，我给你实现梦想，让姐去研究研究。我们先看结果哈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去，好吧？拿到票，顺利拿到我票，然后我们的位置是01和02，我们还中了合影，是吧？这个生日礼物喜欢吧？行。玩就好，谢谢老板啊！好夜市，开心最重要啊！走了去逛街。